遠くになるわ。
从地图古道之路线和当时十九世纪初的地理位置、山涧路线图去调查和推理新厉鬼新娘和她的花轿一同掉进的神秘铁三角出事最有可能之地点，以及为何当时轿夫陪行迎亲队当时未能及时拯救，可能原因如下：在新娘潭或赵静静的几个危险很深水位置，石堆满布，水流湍急，最危险位置在赵静潭天顶天池之捷径，以致他越溺而意外的高处下堕，香消玉殒，当场意外死亡。传说一，鬼新娘从鸟交藤驾驶路景的古道路线之高危出事地点。一，赵静潭上游天顶之天池石涧捷径。二，赵静潭下游之深水涧石堆附近捷径，即现今观场点有赵静潭名称的石碑指示位置。三，新娘潭下游与赵静潭下游交汇处，即现今的新娘潭桥建于1906年的水涧位置，并有古代墓志铭题。四，新娘潭上游之鬼影头石水涧，新娘潭北生门出入口位置附近之过桥位置。传说二，鬼新娘从路景驾去永伟的古道路线之高危出事地点。一，新娘潭上游之鬼影头石水涧，新娘潭北生门出入口位置附近之过桥位置。二，新娘潭下游与赵静潭下游交汇处及现今的新娘潭桥建于1906年的水涧位置，并有古代墓志铭题。三，新娘潭南桥近两潭汇合出口水涧位置向宋尾水方向南导流。四，新娘潭水涧南尾端出口近宋尾两岸交流汇集传达大海。在现代人大家的眼中，去差想一世纪前的古代人的鬼新娘和她的花轿为何会走上死门古道，在新娘潭里面的崎岖山路。今天想深一层，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也像我们现代人一样，要走上一条不想要走的人生道路一样，但是迫于环境生活的无奈，也舍得自己选择，很多人也要去冒险走一趟。我想这就是那位年纪十多岁女孩的鬼新娘和她的家人早已知道的事情，走上那条危险瀑布山脊不归路，可惜命运不能自主，出了意外，喜事变了丧事，真是可惜。也令我明白生命短暂，人生无常，更加要珍惜家人，好好活在当下。我想这可以解答了足3年时间里我要追查为何传说鬼新娘她会在新娘潭中遇溺和丧命原因。有如俗语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